小哥，二叔一家向来不喜欢你，你就不要进去了，在这里等我。哼，我更不喜欢他们。我们是来借钱的，有什么不开心都要忍忍。他们不会借的，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爸爸的手术很急，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。二叔跟爸爸到底是亲兄弟，应该会借吧。老婆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没用。啊，等你大学毕业，我就能过好日子了。赵家强，这不是你堂姐夫萧哥吗？狗屁姐夫，只是我们赵家的上门女婿而已。听说你堂姐可是咱海城的第一美女，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牛粪，你真是个天才，这个比喻太恰当了。喂，牛粪，你来我们家干什么？你忍耐，忍耐，这是好东西啊，你从哪儿偷来的？这是赵爷留给我的。这是哪里？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年轻的帅哥呀，欢迎登录神豪系统。我是你的专属客服傅娇娇。哪年？小帅哥，是否绑定神豪系统？我们神豪系统拥有数不尽的财富，可以助你成为世界首富，纳尽天下美女，走上人生巅峰。怎么听起来像是搞传销的？系统检测到饭底已破坏，开启强制绑定程序，绑定进度99%。我还没同意绑定，你们归哪儿管？我要投诉。绑定成功。宿主肖哥，等级穷鬼，神豪值0。恭喜你啊，小老弟。一直在那边自言自语的富婆，您好，请问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有谁富婆吗？我有那么老吗？信不信我分分钟删了系统？删就删呗，我才不稀罕传销系统。系统已经与你绑定成功，一旦删除，你就会消失，然后变成载体。父亲，我错了。这不是绑定，这是绑架呀。小哥哥，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，我就赐你一份新手礼包。获得新手礼包，神豪值100万，猛虎之力1次。神豪值100万？你是说我获得了100万块钱？答对了，你已经是百万富翁了。神豪值和现实货币是互通的，同时也可以在神豪商场购买商品，猛虎之力就是商品之一。作为新客户，这些就都送你了。果然还是传销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啥？什么情况？回来了。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有什么脸赖在我堂姐身边？高公子已经公开对堂姐表白了，你识相点就赶紧滚，别碍着我们赵家发达。赵家强，你这个卖解求荣的杂碎。摁住了，我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长眼的东西。系统检测到废品质量高，是否使用猛虎之力？使用猛虎之力已使用，剩余10分钟。之后行，系统检测到宿主使用猛虎之力，奖励神豪值0.5。为什么只有5毛钱？毫无技巧可言，只值这么多。不管了，我现在有钱了，不能让嘉欣再受委屈。嘉欣啊，
高公子可是上市公司的继承人，难得不嫌弃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二婶说的没错，你嫁给高公子的话，不仅自己享福，我们赵家也会因此沾光。等我们赵家成了一流世家，你可就是最大的功臣。二叔二婶，我已经嫁人了。哼，小哥这个拖油瓶，你在意他干什么？他能跟高公子比吗？随便给点钱打发走就行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答应嫁给高公子，你爸的手术费、小哥的分手费我都帮你出。小哥才不是拖油瓶，我们不会离婚的。那个穷鬼有什么好？你可别为了外人毁了你跟赵家的前程。小哥不是外人。你太不识抬举了。赵家欣，你别忘了，你爸爸现在还躺在医院等你的救命钱呢。请你们看在亲戚的份上，欣欣服装厂接了一个大单，三天内就能还给你们。哼哼，你的欣欣服装厂分家的时候就欠总公司80万，再加上这20万就是100万，你能还得起？我会尽快还清的。求你们救救我爸爸。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？你既然不答应改嫁，那就跪下求我呀。你怎么进来了？不是让你等着吗？我要是再不来，你就被他们欺负了。你别管，出去等我。我有钱了，现在就去医院缴费，就在这里受他们的鸟气。你有钱？你个倒插门女婿，连学费都是我们赵家的，你哪来的钱？我的学费是嘉欣出的，不是赵家出的。我不会再拖累你，也不会再让你受欺负。你还有脸说？你要是真的对嘉欣好，就不要再拖累他，赶紧给我滚出去。这里是80万，还清欣欣服装厂的欠款，以后我们两不相欠。你哪来的钱？走，剩下的钱还够交手术费。系统检测到使用货币，奖励神豪值0。那你为什么只有0？爸爸，小哥打我！啊！旺财，拦住他！是。从检测到使用魔虎，神豪值0.5。果然还是5毛钱。怎么这么厉害？18床，麻烦你再仔细看看。没有欠费，也没有手术。怎么回事？我们到病房去看看。阿芬，你真聪明，竟然想到跟阿海合计逼嘉欣改嫁。那是，嘉欣孝顺，你装病这招最管用。就是不知道嘉欣答不答应。呵，他有的选吗？你们合伙骗我。哼，果然又是这套。嘉欣、我要死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都看见了，别装了。妈，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嘉欣，我们也是为了咱家能过上好日子。哼，真是不孝啊，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吗？妈，什么为了我？你们就是为了自己。嘉欣，别哭，有我呢。嘉欣没有做错，不准指责她。这20万是这个月的生活费，以后每月都有，你们不准再逼嘉欣。好多钱，好多钱！发财了！
系统检测到使用货币，反馈神豪值零。啊，一定是打开方式不对。萧哥这个穷鬼怎么忽然有这么多钱？这钱不会是偷来的吧？也可能是抢来的。呸，就他那德行。如果不是因为嘉欣，这个家真的没什么值得留恋了。小恶，可是我一分钱都没有，那个系统不知道能不能有点用。父亲，富婆，富姥姥，放肆，竟敢打扰本宫睡觉。哼，这女人到底是怎么出现的？父亲，请赏口饭吃吧。哼。啊，为什么会有倒计时？神豪值有固定时限，在时限内未回馈新的神豪值，系统就会重置。时限根据宿主等级确定，重置后宿主会变成固态载体。固态载体？就是你以前带的那块蜜蜡。蜜蜡？我以前带了个死人在脖子上。我可不能变成蜜蜡，我要用一元钱扭转乾坤兑换。系统已自闭，请宿主好自为之。喂，你态度好点。到底是该吃馒头还是吃辣条？有人补充能量肯定会回馈的，只剩下十分钟不到了，要快，一分钱也好。我要个馒头。系统检测到宿主使用货币，反馈神豪值零，距离系统重置还剩五分钟，请宿主尽快安排后事。又瘦了，要死了。老板，我可不可以不买了？不行。距离系统重置还剩三分钟，请宿主躺进棺材里，不要死在路上给人添麻烦。可惜连最后看一眼嘉欣的时间都没了，真没用，没让嘉欣过上一天好日子。死了也好，至少还能变成蜜蜡被人珍惜。嘉欣，对不起。你也无家可归吗？咱们真是难兄难弟。距离系统充值还剩一分钟，请宿主迎接死亡。原来是你陪我到最后啊，也不错。系统检测到获得印星猫，回馈神豪值100万。印星猫，你就是相貌经理主贵的挂印脱枪。你值100万啊，发达嘞。嘉欣特别喜欢猫，他看到你肯定会很开心。我们回家。你是说萧哥忽然有100万，他哪来的钱去伺候富婆了？不清楚，可能借了高利贷。万事不利，我会重新考虑我的投资。高少，不要啊！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哼，不要啊！我们赵家就快山穷水尽了。滚出去！找到萧哥，让他在海城永远消失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等等。我身边不需要废物。是，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妥。呵呵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就他了，安排。为什么追我？我要劫持唐家。呸！我要你的命！啊！加速！
然可以从我下山包的手中逃脱。摁住他，别让他动。好。放开我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我会打断你的手脚，再把你扔出海城，到时候看你还怎么坏我老板的事儿。是高阳那个王八蛋。你还挺聪明，只是明白的太晚了。我不甘心。住手。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当街行凶，好大的胆子。光天化日。光天化日，美女你开什么玩笑，现在月黑风高啊，是要美女救英雄吗？我看是美女救狗熊。他是海城大学的校花龚玉娇，听说他经常打抱不平。啊，开场白搞错了，好尴尬呀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弱鸡，不嫌害臊吗？喂，我才不是弱鸡呢。我乐意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远点，要不然连你一起收拾。今天这事儿我管定了。去，把这丫头片子解决了。是。啊！早知道有架打，今天就不穿裙子了。去死！小心！哼，找死！练家子，老大，怎么办？要不跑吧？怕什么？别忘了，我也练过。好凶！我知道你的弱点了，你招式精妙，但力量太弱。糟了，被他发现了。美女，老爷陪你好好耍耍。果然如此。全身好痛，站不起来了。见义勇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不要。原来这么弱啊。不要碰他，有种冲我来。小子抢着死吗？系统显示到宿主心态愤怒，是否需要猛虎之力？师傅神豪值20万，余额还剩80万，获得猛虎之力一颗。什么扯犊子系统，上次不是直接使用吗？耍我呢。富姐快醒醒。天亮了，开饭了。喂我吃药，快。你又被欺负了。哎，真惨。这都是你们逼我。系统检测到使用猛虎之力，奖励神豪值1。还得是豹哥。是啊，让这小娘们管闲事。那小子搞定了吗？快去把风。去死！别了！原来你这么厉害，那你刚才……混蛋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！你这是……谢谢你为我出头，接下来就让我来保护你吧。啊！去死吧！小心！好猛！混蛋，死吧！这是什么招式？为什么威力这么大？你好厉害！既然你们要做高阳的狗，就给我像狗一样趴着。装起来了。别管了！
是你逼我的。我知道了，他的弱点是速度慢。被发现了，你们几个绕着他打。这老板的差事办不好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好！哥，你们怎么都动了？可不可以站着让我打？找个方向冲出去。后面小心！果然，只是力气大了点而已，不跟他硬碰硬就能废了他。你的速度要快，越快越好。富姐，帮帮忙啊！猎豹之苏要吗？要，我要。一二十万神豪池支付成功。人呢？好快，好快！你走开啊！快是快了，可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呀。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快了？臭小子，你耍流氓！太没素质了！你学过武功吗？没。你学过军体拳吗？没。那你会什么？我会第九套广播体操。嗯，好啊。好，就用广播体操去打他们。怎么还不上去？预备起，原地踏步。呀，让你们领教领教广播体操的威力。冲呀！身体运动，扩胸运动，踢腿运动，腹侧运动，提手运动，全身运动。衣服还给你，我们学校见。学校见。小花竟然知道我们同校，她肯定是暗恋我。一群粪人，连个废物都搞不定，我要你们何用？老板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去看仓库吧，那里更适合你。不要，我还有个师兄功夫高强，他相助必能干掉萧哥。我没有那么好的耐心。老板，我跟了你三年，我忠心耿耿。把新新服装厂的单子全部撤掉，小心我会让你乖乖对我投怀送抱。我想要的从来没有得不到的。小哥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死在外面？让开，小心我揍你。你这个没用的家伙，有种来打我呀。猫，好可爱的小猫咪。别碰我的猫。姐夫，你把小猫咪给我玩好不好嘛？好，好个毛，下心了吗？怎么会有个这么刁蛮的妹妹？姐夫，求求了，求求了。这小姑娘平常凶得要命，原来撒起娇来这么萌的吗？小猫咪不害怕，姐姐带你脱离魔掌。小咪，姐姐会好好保护你。你怎么这么多戏？你命也太长了。啊，你好漂亮啊，就叫你小黑吧。啊，小黑，太草率了吧。小黑，你太脏了，我帮你洗洗。哼，
明明是本宝宝救下的小咪，都不让本宝宝玩。啊！哇，你竟然是白色的！喵！肖哥，该休息了。嗯，终于睡了，小黑太可爱了。还是小黑吗？不过可爱的话，还是我的老婆大人最可爱了。什么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服装厂的订单都撤了。谁让你把厂子抵押给布料商的？你疯了吗？哎，80万订单全没了，囤积下那么多工装，谁会要？厂子怕是保不住了。我本以为能打个翻身仗，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。厂子完了，你让我们去喝西北风吗？当初抵押厂子换布料也是你们同意的，现在凭什么指责他？扫把星，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，我们家有这么倒霉吗？小哥，你给我滚开！妈妈，昨天的20万可以保住厂子？没有，花完了。买烟抽了。放心，有我呢。呸！有你能有个屁用啊！别理他，快给高公子打电话。对，现在能帮我们的只有高公子了。喂，高公子吗？啊，我们新兴服装厂啊，对对，您都知道啦。那这个钱。好，让嘉欣亲自去取是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您放心。高阳怎么会知道这事？那服装厂的事情，很有可能就是他布下的陷阱。小哥，你个废物，你自己没本事，还有脸怀疑别人？你给我出去！嘉欣，那我先走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伤害。小哥，不管他的事，你们太过分了。哼。要是没有他，老娘早过上好日子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什么？真的吗？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了？刚才有人订走了全部工装，80万已经打到了公司账上，厂子保住了。什么？买家是谁？不知道，他们说是打电话预定的。会不会是肖哥？他刚才说，哼，你未免太看得起那个废物了。我看最有可能是高公子。天哪，这么多工装，我该怎么处理？系统检测到宿主使用货币，申豪值反馈零。果然，买自己老婆的东西不会反馈。好厌啊！有了。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站住！呀，这不是肖哥同学吗？好嚣张啊！废物，谁允许你在我面前嘚瑟的？废物，谁允许你在我面前嘚瑟的？我在说你呢！我在说你呢！峰哥，他在耍你吧？小哥，我看你是不想在海城大学待了。嘿，想赶我走？好啊，给你个机会，打赢了我自动离开学校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哥哥说了，如果能把他赶出学校，就给我买小牛跑车。不要跟他比打架，他超变态的。不如比猜弹珠。可以，但我要是赢了，你要买我价值100万的工作服。余波的外公可是千王，你想赢没门儿！来来来，要是敢玩，就来签字画押。正好有了协议，防止你抵赖。规则很简单，猜里面有多少颗弹珠，猜对了你就赢了。这概率也太低了吧！这对赌方式不公平。小哥，你还是主动认输吧。我可以让你体面的离开学校。哼，父亲，小弟有难，快来相助。
欢迎光临神，欢迎光临神豪系统，普通话服务请按一。For English service, press two. 又出什么风啊？耶！神豪直查询，请按一。系统商城，请按二。人工服务，请按三。抱歉，您的操作有误。返回主菜单，请按星号键。重听，请按九。富姐，别玩了，会死人的。真乖。俺想要透视眼。神豪值余额不足。这下全完了，真该多揍几下豹哥呀。别嚎了，喏，说你的。谢谢富姐。你到底猜不猜？磨磨唧唧的。急什么？里面有五颗。不可能啊，这货真的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开开开开。哼，放心吧，猜对也没用。仔细看好了，开。果然猜错了。不然呢，猜对才有鬼呢。多傻的人才会玩这个呀。什么？四个。猜错了。免费送的果然没好货。废物，滚出海城大学。离开海城大学你就是个屁。肖同学可真惨哟。愿赌服输吧。等一下，肖哥没有猜错，刚才是他动了手脚。你别瞎说，你手里是什么？你多管闲事。开。那个弹珠，他藏了一个弹珠啊。原来是耍诈，早听说余波会签数。嘿嘿。哈哈，高峰你输了，100万拿来。好好好，算你走狗屎运，爷爷不拿这点零花钱当回事。拿走。系统返回100万，余额968668神豪值。赚了这傻子100万，还能返100万神豪值，双倍利润，美滋滋啊。亲，慢走啊，货品很快就会送到指定地点，请注意查收。哈哈哈哈。最后一颗弹珠给你。谢谢。你这是个什么脸？你怎么了？别，你别靠近我，这技能还开着啊！你有毛病吧？谁愿意靠近你啊？早知道不帮你了。不行，事情搞定了，求求你收了神通吧。你可真有意思。赵嘉欣怎么还没来？哼，终究还是来了。Boss， 可以召开员工大会了。Boss， 您好。谁让你们换装的？二少爷刚才拉了好几车新工服过来，现在连分公司也都换装了。他说是老板让他采购的，然后开走了200万的支票。让高峰给我滚回来。哥，你找我。80万的货变成200万，你还会做生意吗？要不要我把总裁位置让给你啊？哥，我错了，我被肖哥摆了一道。不，你没做错，只是低估了他。阿豹哪儿去了？在郊区看仓库了。不是说他有个武功高强的师兄吗？让他带人来见我。这是我师兄金虎。哼，戳死你这个不识好歹的。请问龚玉娇在吗？
小子，找我女朋友干什么？谁是你女朋友？不要脸！好暴力啊！还来找我干什么？玉娇，她是谁？玉娇同学，对不起啊，请接受我真诚的道歉。棒棒糖，不知道你是怎么得罪玉娇了，但是靠一根棒棒糖就让玉娇原谅你，呵呵，痴心妄。好吧，我接受。这不可。我想请你指点几招，可以吗？走吧，我们去后山小树林。我不能一直靠别人保护，我要学功夫守护家人。玉娇，你们去小树林干什么？玉娇，矜持，你要矜持啊！本小姐的事不需要你管。这我一定要谨言慎行啊！玉娇，不要啊，不要跟他走！我想学那招狮子滚绣球，很帅。还没学会走就想学跑？三块掌，一事通百事通，千变万化在心中，先从拇掌开始学。这也太简单了。哼哼，来攻我。呵啊，糟了，小心我要变招了。好厉害，你这是什么招式？接的猛虎出匣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好凶。好凶，混蛋，还敢调戏我。哎，不是。单换掌是八卦掌的拇掌，可以接手刃、穿掌与炮拳，懂了吗？要不要再试试？懂了，懂了，不必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悠悠，两位练着呢。啊啊！你就是萧哥吧？我是，请问你是需要做衣服吗？我们新新服装款式新颖，童叟无欺。有绣虎的运动背心吗？特别凶的那种。当然，我们还支持定制哦。哇，太好，好个屁呀、啊！我是来找你麻烦的。我是下山豹的师兄金虎，今天来给他一雪前耻。龙虎豹，你们是江北铁拳馆的人？小妮子还挺有见识。没错，我就是号称江北虎拳第一。看，八卦宗师宫外山。穆师傅怎么会在这里？没人啊。我们打不过他，先溜。敢耍我，你们死定了。啊！快！小心！萧哥，猛虎之力！猛虎之力已使用，神豪值剩余768668。挡住了？怎么可能？没想到你还有些本事，小瞧你了。再来！呵。小子，用力呀、啊！还是不够力。啊！现在该轮到我了。瞧，放开他！没用的，别着急，下一个就是你。吴千千，救命啊！向您诚挚推荐使用洗髓断体丸。
一颗铁筋骨，两颗刀不入，三颗送上归西路。你正好赶上没有活动，100万一颗，不打折。使用。神豪值不足。不行，再收我一颗，等会儿打完还给你。小本生意太不赊账。我太难了。友情提示，本系统也接受氪金哟。果然，你又拿我钱的主意。少年郎，别想不开，命重要还是钱重要？充钱。一，充值100万，余额176万8668神豪值。一，购买洗水断体丸成功，余额768668神豪值。一，洗水断体丸使用成功。好疼啊，全身都撕裂了。让你见识见识小爷的外挂。好快好猛，完全站不稳。仿佛换了个人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神达？你作弊，要不然老子至少跟你五五开。一，系统回馈231332神豪值，余额100万神豪值。怎么这回馈值这么小的，是个整数？凑个整，算起来方便。你竟然把金虎打倒了，他可是成名已久的虎拳高手。没有啦，都是你教的好。这个家伙神灵神不灵，简直谜一样。放学了，走吧。哎呦，好痛。来吧，我扶你走。出来了，好久啊。浩哥，不好了，嫂子跟萧哥出来了。出来了还不好？你想让他们一直待在里面吗？他们俩好像很亲密的样子，还贴在一起。一娇啊，你怎么这样随便啊？你为什么不对我随便啊？棒棒糖这么好吃吗？老大，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，你要想办法夺回嫂子呀。没错，小哥就是这个混蛋敲我的墙角，我要。大哥，你要敲他的墙角吗？听说他老婆可是海城第一美女。谁也替不了我的玉娇，我要狠狠地教训萧哥，让他知道爱情的力量。大哥，你一定要坚强。快看，龚小欢换男朋友了。那个男的好像是赵家的上门女婿。你放开玉娇。马浩，你又要做什么呀？小哥，让我们以男人的方式决定吧。决定什么？决定谁才有资格做玉娇的男朋友。有好戏看了，马浩要跟倒插门对决了。毫无悬念，马浩可是跆拳道黑蛋。我不会跟你比的。是因为怕了吗？喂，不要胡来，你打不过他。竟然是马浩的绝技死亡冲拳。好快的拳，倒插门要惨了。那什么好慢，像是打太极。清醒点吧同学。玉娇是自由的，我们没资格决定她的人生。天哪，马后竟然被倒插门 KO 了。打脸打得好有道理啊。好帅啊。我送你回去。老公，放学了。是啊。抱歉，太突然了。你个混蛋。
老公，要跟同学好好相处啊。她好美啊，我真觉得倒插门也挺好。强强的提议似乎不错嘛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啊？谢谢姐姐，不过你千万不要误会，因为我脚受伤了，所以才……别多想，同学之间就该互帮互助。啊？再见，同学。再见，姐姐。好美好温柔，不愧是海城第一美女。我完全没法比。老公，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啊。还生气呢，老婆。我从嘉强那里得知，你有海城大学的学位跟人打赌卖服装。下次不要这么干了，不值得。遵命，嘉欣大人。你少来这套，跟人打赌贴近女同学简直找打。说正经的，我刚才接到爸爸的电话，他在古董店跟人起了争执，我们要先赶过去。爸爸你怎么了？怎么躺在地上？嘉欣呐，你要是再不来，爸爸就活不成了。少给我装蒜，好好的元青花说砸就给我砸了，装蒜没用，赔钱。什么？爸爸你竟然砸了元朝的青花瓷？我这件青花上雕莲花双龙，可是镇店之宝，有鉴定证书，价值3000多万。哎呀，死了死了。这下完蛋了。嘉欣。该我上场了。嘉欣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，高阳。老板，不凑巧，今天店里遇上点小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我朋友，不要为难他们。可是老板，他们砸了元青花，那可是我们镇店之宝。没想到是这么大的损失啊。不过如果嘉欣答应跟我约会的话，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？你卑鄙。不跟我们老板约会那就赔钱。3000万你们能拿得出来吗？嘉欣，快答应跟高少约会吧，我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这你们。不赔钱，这位先生就只能坐牢喽。闺女，答应他们吧，爸爸求你了，爸爸不想坐牢。我。等等。老公。肖哥，我真不知道你哪来的勇气喊停。你有3000万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但这件事我管了。你管？你一个上门女婿也敢说这话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谁了？原来是倒插门，那窝囊劲儿跟他这人还真配呀。肖哥，你这个废物，你想害死我吗？给我滚开。元青花的莲花是双翅葫芦形，其中多会有道家杂宝，而打碎的这个瓶子上不过是普通莲花。不会是个行家吧？没听说过这小子懂古董啊。元青花不修胚，摸着磨砂刺手，而这块胚底细腻得很，应该是主窑烧出来的工艺品吧。天哪，全中。让我说对了吗？老公你好厉害呀。小哥少在那里信口雌黄，这里有专家鉴定证书，想要抵赖没门。对，我说真的就是真的，必须赔钱。看来老板铁了心要讹人。什么？是吗？证书造假，涉嫌诈骗，看来我要去文物局走一趟了。不必去文物局，我来给你主持公道。宝大师来了，这下能分出真假了。当然了，宝大师可是古玩协会的副会长，从未打过眼。
宝大师，没想到惊动了宝大师，实在抱歉，这老爷子又来坏事。宝大师，这是我们高家的事，跟您好像没关系吧？只要是关乎古董界的事，都跟我有关系。不错，小兄弟好眼力。耶！您过奖了。二秃子，你多次坑蒙拐骗，破坏古董市场，屡教不改，会发通告封杀你。不要啊，我只是高家的掌柜，不是我的主意。没用的东西。宝大师不要误会，是我管理不严，我会彻查这件事儿，给古董界一个说法。通报的话，这家铺子就毁了。这位小兄弟破了你们的局子，算赢了斗口，按照规矩应该由他在你们铺子里任选一件宝贝。满嘴黑话，完全听不懂，但好像有好事儿。哼，肖哥，你任选吧。肖哥，就这个，这个最贵重。那么明显的工艺品都看不出来，竟敢长眼圆青花。嘿嘿，给大老弟查，谢谢恶弟亲家呀，你可太神了。刚才多亏你帮我，小意思了。本宫喜欢收藏，对古玩略知一二。父亲，接下来我该怎么选？支招呗。老规矩。我懂，我懂。第一，透视之眼开启。骚哥，你笑得好像要作死啊！要作死的是高阳，我要让他大出血。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啊，就这幅画了。一，神豪值反馈1800万。一，送出升级成功，神豪值重置时限调整为72小时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左手爱牛市，右手 LA， 哈哈哈哈哈哈！果然好眼力，哈哈！果然是窝囊废。我怎么会担心他能选到好东西？他不过之前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。不行，要唐三彩。小兄弟呀，这次你怕是要打眼了。落款唐寅，实为后人涂鸦，毫无艺术可言。已经选定，概不能换，这可是规矩。就这幅画，签字画押。多谢肖先生帮我清理库存，我正愁那幅画占空间呢。小哥，你这个废物，选东西都选不好，你有什么用？爸，我们要相信小哥。都来，今天我要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奇迹。竟然是双重画，宋画第一李公麟的星虎图。天哪呢，这什么李公麟？狗屎运连中。不对啊。哈哈，你们都错了，这老虎没有尾巴，造假也太不走心了。传闻李公麟画马马活，画虎虎起，故而他的所有老虎都不画尾巴。老公你好帅啊，知识好丰富。真是英雄出少年呐。你干的好事。老板息怒，李公麟以前的画作价值不过百万，我可以赔。不过价值百万而已，看你那小人得志的样。呸。星虎图乃李公麟巅峰之作，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，收藏圈内早已把他捧为神话。小老弟，我出1800万，请务必卖给我。好多钱，老公好棒。五六七千万，是多少个零来着？我出2000万。我出2200万。刚才多亏宝大师主持公道，这话卖您了。不行，
谁出价高卖谁。爸，那件送您了。这味道一定是真的。这只虎胖胖的，好可爱呀！把它给我打成胖虎那么胖。搞定！老板，现在保证他妈都不认识他了。废物！没错，这家掌柜就是个废物。废物！我说的是你。你师兄金虎呢？让他解决的小哥出现在店里，你怎么解释？老板，我师兄失手了，但我大师兄石龙来了。你们师兄弟都是废物。不，我大师兄在江北鼎鼎大名，他曾独闯不夜城，连砍十八毒戒，灭了宫万山最得意的门徒宫寒。哼，听着倒是厉害，希望可别像你这么废。我大师兄出马必杀萧哥。行，又得到了一个机会。还有，记得把赵家新带回来。猫捉老鼠的游戏可以结束了。混蛋，要不是你那几个臭钱，老子早就不想给你当狗了。退了，拿去。旺旺，老婆真好看，老婆真美丽。萧哥，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都看了好久了。害羞的样子最好看了。萧哥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在看着我闺女想什么猥琐的事情吗？没，你们别误会。不好，爆胎了！我的宝贝啊！夏欣，你怎么样？他们是谁？我的宝贝，老头儿，碎个破瓷儿就心疼成这样？等会儿我暴打你女婿，你不心疼死？那个废物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要我的宝贝赔钱。这么优秀的女婿你都看不上，你才是废物。一人单挑我们虎豹兄弟，他如果是废物，那我们是什么？大爷的，连我这个反派都看不下去了。不要打我爸爸，你们快住手。送上门来了，抓住你也是大功一件。又是你，别砍脖子呀，刚做的牵引。很抱歉，我只会这几招。用它换我老丈人。师兄，不知好歹，为什么要救这种人？我只是不想我老婆伤心。老公。小子，废话少说，动手吧。无怨无仇，你们为什么苦苦相逼？这次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好凶，好恐怖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这么漂亮的女人你守不住的。哼，我会拼尽全力的去守。竟然被抓住了，可龚小华没有教我接下来怎么办啊。不管了，先挣开再说。原来是个菜狗，竟然封门大开。啊！死变态，欺人太甚！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赢了我那两位蠢师弟的，太菜了。不是我们蠢，是对手太强了。哼，他们说的没错。来生意了。欢迎您的光临。根据您现在的惨状，推荐你一款飞下套餐，不要998，不要98，只要9。别废话，救他了，大爷有的是钱。哇，这么多，这次付钱可真大方。一，购买飞侠套餐成功，
花费900万神豪值，余额1000万神豪值。父亲，你好坑啊！这是我这辈子花过最多的钱。小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太过分了，把我老公伤成这样，我要报警。喂，你别碰瓷啊，刚才还好好的。飞了。花了这么多钱不打回来可太亏了。嘿，好轻功，这是轻功吗？上天了。老公，你飞得那么高累不累啊？成仙了，升天了。哎哎，这怎么控制啊？要降落了，仙人闪开了。你不会用屁股着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第一次施展有些失控。叮，回馈神豪值10000，余额1001万。哇，亏大发了，剩下的差价上哪儿补齐呀？哎，两位。明白，不劳烦您。你们一家齐齐整整，可我的900万找谁要啊？有没有摔到哪里？要不要去医院检查？我好怕。别哭，我没事儿。你没事就好，吓坏人家了。别装死，陪我唐三彩。爸，结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老公你好棒。这怎么办？我打电话叫人拖吧。我给你买新的。哎，也就是说师兄弟都是废物了。老板，真的是个意外，那个大屁股忽然就从天而降。滚！不管过程，我只要结果。结果就是你们是废物，废物！周老板，这次是我们太轻敌了，给个机会。废物就是废物，没资格回嘴。为了老子的好事，节制周死。谁允许你起了？跪着！你是全尸。赵老板，放尊重点。尊重，真是笑话！你们这群废物，在我眼中不过蝼蚁。老子的钱可以买下铁拳馆，可以雇100个、1000个。你这样的废物！师兄，师兄！可只有一个石龙。师哥，我请你来是助拳的，不是打老板的。没错，我是来助拳的，不是来受他的鸟气的。可现在我们的酬金都没了。不光钱没了，有可能连命也保不住。要不我们回江北吧。哼，既然过了江，就混出个人模狗样再回去。今天起，我这就是过江龙。走，我带你们去见新老板。你们竟敢背叛我！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还说，老子忍你很久了。真痛快，这口恶气憋太久了。快走吧。老婆，给我约余波的外公出来，我要干掉萧哥，我要干掉龙虎豹，我要干掉所有人。小哥，今天你有事吗？没有啊。真好看，我的老婆真好看。
你最近怎么老盯着我看啊？没，都是你的错觉。等会儿我想回老宅子一趟，你陪我好吗？好。才半年没回来，就破败成这样了，该休息了。赵爷爷是个大善人，当年要不是他，我或许就饿死了。一块金砖真是般配呀。嘉欣，你跟萧哥结婚以后要尽到妻子的责任，要永远都守着他。嗯。小哥，日后不管你成就如何，都不能抛弃嘉欣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。爷爷，外面有风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爷爷自己清楚，大限将至，可惜不能完成大哥萧谷的嘱托，无法看着他的孙子出人头地了。爷爷，爷爷。小哥，这是你爷爷的遗物，十分重要，千万保管好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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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。小哥，你记住，日后赵家有难，还请出手相助，我可是把孙女儿都给你了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。当时爷爷突然辞世，爸爸质疑二叔的遗嘱是假的，为此两家大打出手。听说赵氏集团现在陷入财政危机，二叔正在到处寻找买家，可惜我无能为力，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赵氏改姓。我帮你。我的承诺永远不会忘。这老宅好黑啊，你小心点。三年了，我终于等到了这天。我明明记得就放在这里，怎么找不到呢？你要找什么？我帮你。一张老照片，上面是我跟爷爷的合影。我都找不到，你更找不到的，还是我来吧。父亲，再来一颗透视眼。不卖。为什么呀？我花钱啊。你这几天从我这里买了多少药了？你天天盯着大哥不腻吗？你不怕眼睛长茧子吗？我从未见过如此红颜无耻之人。我老婆漂亮，我百看不厌，不行吗？知道她是你老婆，你喜欢看不会回家翻翻看得动吗？不要浪费这么珍贵的时候值干什么。好像是啊，不过这次我真有正事，再给我一颗。这次你算了，我接。透视之眼使用成功，神豪值剩余901。走，嘉欣，在柜子下面。天，真有东西啊！竟然找到了。系统回馈5000万神耗值，余额5901万神耗值。不是吧？哪儿来这么多钱？毛手毛脚的，又怎么了？不对呀、啊。一张照片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？没错，这张照片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。父亲无力不起草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猫腻。让我看看。我记得这里有个夹层，小时候爸爸管得严格，爷爷就把零花钱藏在里面给我。没想到爷爷给了我最后一次零花钱。秘密应该就在这里。家里也没有这种光碟机，
电脑也都不带光驱，怎么办？我知道哪里有，就是不知道关门了没有。啊，原来是这里。我记得有次我还来这里抓过你，当时你直接跳窗跑了，把我都吓坏了。曾经年少轻狂，老婆莫怪。我不怪你，是赵家对你太苛刻了。老板，要个包间？要个屁，直接进。美女。好美，想极了我的初恋。喂喂，清醒点，要点脸。要转第二间，刚才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阿姨，你找的人好像来我这儿了。女的漂亮吗？不是漂不漂亮的问题，她是那种很少见的，她的眼睛像绿豆，鼻子像头蒜。没错了，就是他。那你们快点来，我怕那小子坚持不了两分钟。你怎么老骗人家来这种地方啊？不要嘛。哪有骗你嘛，我就喜欢你嘛。不要不要，我这么给人家看。没想到才过了几年，这里就变得乌烟瘴气了，以前都是看港片的。哼，回去再跟你算账。是什么声音？别怕，是这些设备都老化了。这是我唯一的遗嘱，我死后立即成效。我治家无方，子女平庸，好在孙女加薪，与孙女婿萧哥本性纯良，志存高远，可堪大任。爷爷，我死后赵氏集团由他们夫妻二人共同打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那五千万生蚝值原来是这样来的。原来爷爷把公司留给了我们，最初那份遗嘱是二叔他们伪造的，他们为什么要那样？哼，他们太过分了。难怪以前还他们那八十万时反亏为零，原来那些本就是我自己的钱。只要我绕开系统雷点，就不会再出现归零的窘迫可能。你总算是开窍了。你又偷听我说话，给别人留点私人空间啊。哎，你想多了，我感应到楼下杀气腾腾，来提醒你一下而已。啊！干爹，人在上面。男的要死的，女的要活的。记住，这人有些本事，你们不要大意。失手之后，我的赌场就可以开进高家的酒店与度假山庄。是是是是。幸福不死，鲁难未已，说不出去高阳，这样的事情只会绵绵不绝。今日我若不死，便是你的死期。萧哥，怎么了？等会儿有坏人要上来，你跟着我，不要害怕。我相信你。跟紧我。小飞侠套餐撑不起我，再慢点可就躲不开子弹了。这都能躲开，这人的速度恐怖如斯。臭小子躲得挺快啊。没法
你这是在逼我？你给饱饭我吃，我帮你杀人，我还你10碗叉烧饭。 完了！很好，你们触碰到了我的底线，从现在起，不会再忍了。老公，你杀人了？我只是重伤了他。 有什么东西正在觉醒？我是心，我不相信了。往后面走。这不能怪萧哥，他也是被你们逼的。啊！能从蓝牌手中逃生，有些门道。 轮到你了，冯大，小心闪了舌头。啊，太快了，都跟谁学的？哼，谢谢龙哥，不用谢。老婆，快走。啊，来了，老弟。电视是关着的，怎么办？看我呢，老哥。 咱们干打太没有意思了，要不我们选个电影，边看边打。老弟有情调，片子随便选。老哥也是性情中人啊。哼，就是你了。老婆，你来选最激烈的那段。好，这是天王阿里。老弟放心。 我保证给你留个全尸的线条，没有人能挡得住我绿牌的一拳百拳。老哥，是不是脑瓜子嗡嗡的？糟了糟了！老公你好厉害，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。啊！ 完全无法控制自己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血液在沸腾，欲望也在滋生，难道这才是真实的我吗？当年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，我跟他在一起，可是三年夫妻有名无实，终究对不起他。他长大了，我也该做好一个妻子的本分了。<笑> 帅哥，我等你好久了。啊！老公，别怕！我也怕呀！哼哼，枪王手下四大王牌，我可是头牌。喂，拜托，能不能瞄准点？吓死人了！这不是你打伤了我的右手吗？ 左手开枪很难的，好不好？就不要在乎细节了，好不好？哼，现在该轮到我出手了。让我看看这次是谁来教我战斗。我们现在是谈恋爱，不是谈生意。什么？这爱情喜剧是什么战斗方式啊？别学，老公，这个剧进度没有这么快。 啊，身材不错嘛，就是现在。啊，好快！啊，还是娇娇娇的。小波，你说最先出来的会是谁？应该是红姐。 他枪法如神，肯定最先完成任务。不对，应该是绿牌，他进步最快，实力最强。小波，这次你为我打赏高价的线做得不错，回头我会奖赏你的。
谢谢外公夸奖。要不是冲着高家的资源，谁会去刻意讨好高峰那个死胖子？有人出来了，我眼神不好了，你看看是谁。啊，出来的是小哥。四大王牌呢？我听他小舅子说，萧哥战斗力变态，看起来怕是……萧子轩，快走！都说了我能走，我没那么矫情。可我想抱啊！他们突然冲进来，嘤！好的，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这些人都是职业杀手 A 级通缉犯，我会替你申请奖金。还有奖金？当然，我们不提倡您的做法。遇到坏人请报警。冤枉啊，我是好人呐。盯你很久了，错不了。带走。谢谢您的配合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喵。喵。老公，明天我想去把赵氏集团要回来。我不想爷爷的心血全没了。好啊，我陪你去。老公你真好。好累啊，该睡觉了。好，老规矩，我打地铺。老公地上凉，到床上来。那个我火气壮，不怕凉。我到底在说些什么？老公，今天多亏你保护我。小心地上凉。你晚安，老婆。晚安，麻瓜。这张破嘴，重共生啊！一次又一次的算计，仿佛没有尽头。朝阳不死，你永不安宁。杀！杀！嘉欣也睡不着吗？这么晚了，他要去哪儿？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跟上前面那辆出租车。到了。老子绿了。兄弟想开点，那么漂亮的女人不是咱们能拥有的。把所有人支开，还关闭了摄像头。嘉欣，我等你很久了。高阳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小哥？小哥，你为我做了那么多，现在该轮到我为你做点什么了。简单，要想他不死，你就乖乖当我女朋友。不可能，我已经嫁给了萧哥，我会对他至死不渝。可我听说你们一直分床睡，这似乎不是夫妻之间该做的呀。他还小，何况我们之间的事情不用你管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难道不是因为刘远？我早已经忘了他。你撒谎！年轻的 MBA 里，你俩可是天仙配。不要再说了。可你知道吗？真正最爱你的人是我。为了得到你，我提前拿下高家的继承权。你的意思，高家老爷子的死有猫腻？没错。他宁愿把家产捐出去都不肯留给我，只好亲手送他上路。疯子！我就算是疯，也是为你疯的。滚开！我不要萧哥再受到任何伤害，你从我这儿什么也不会得到。是只法脚，你这个蠢女人！
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啊，你啊，你哈哈啊！我哼，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老公，别想伤害我的女人，真是郎情妾意。老长门，你不是很强吗？五虎豹跟四大王牌都干不掉你，最后你还不照样被我打死？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原来电视里都是骗人的。我似乎可以躲开子弹的速度，但身后是嘉欣。白痴，到阴间看电视去吧。高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？白痴，还给你。呀！啊？什么？竟敢！啊！这个畜生的全部罪状都被我录下来了，不准你擅作主张，不准你以身涉险，更不准你夜会男人。原来他这么在乎我，他应该是真的生气了吧。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老公，畏罪自杀，围栏断了5米，肋骨断了5根，这样自杀对自己这么狠吗？送他们去医院。两起命案都跟他有关，看样子该好好查查他。美女警官再见。子弹这么浅，您怎么满头大汗？这人有问题，他的皮又厚又硬，我太难了。喂，你才有问题。先生，您已经是第3次全麻了，就不要说话了，请尊重我们的职业。抱歉抱歉。今天暴露了本性，睡不着吧？你怎么出来了呢？我来看看我的小哥哥伤势如何。别闹，我媳妇在哪？别说他睡了，就是醒着也看不到我，你只是做贼心虚。我哪有？逗你玩呢，我来是给你送药的。我自己研制的生腿瞪眼丸，敢吃吗？吃是敢吃，可这怎么吃啊？你自己慢慢想办法吧，我先走了。肖先生，需要给您换药了。好了，下次换药我再过来，您好好休息。生腿瞪眼丸，不管了，父亲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不能浪费。好好难吃啊，这药名起得真好。怎么痒起来了呢？我知道了，伤口在加速愈合，这伸腿瞪眼丸真是好东西。哼，真名叫小还丹，很珍贵的。好东西不能浪费。就现在好多了，伤口不痛不痒。哇，全好了，这药也太神奇了吧。哎，当然神奇了，上古配方，熬制7期49天，包治百病。父亲，我们合伙吧，你负责生产，我来销售，
我们一起奔小康。好主意呀、啊，主涨价，一颗100万就卖您。卖我？你这个女人还真是会吸血呢。肖哥，你的伤真的全好了？真的全好了，要不你检查检查。知道了知道了，不用了。二叔今天要把公司卖出去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赵总，天乐寺赵氏集团可就异。本想让赵家成为一流世家，结果，唉，罢了。还会有机会的，嘉欣很优秀，他会让公司起死回生的。嘉欣真是好命，难得你还记着他。刘远，你才是真正的年轻俊杰，刘氏集团可比高家强多了。夕阳下奔跑的身影，那是我逝去的青春。我好后悔啊，我该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出国。刘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现在就不要感慨了，抓紧签字付款吧。我说不要签字，不能卖掉公司。谁让你们来的？给我滚出去！我们来拿回公司。你有什么资格要公司？保安，保安，不用喊了，他们进不来的。赵嘉欣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敢胡来，我报警了。我们找到了爷爷的遗嘱。我治家无方，子女平庸。好在，放屁！我哪里平庸了？我一心想着光耀赵家，你却从来不看好我。你如果不平庸，赵氏集团以至于走到今天这步。有遗嘱又如何？我们已经签约了，你们有本事就跟刘远要啊。刘远，哎，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欢迎归国。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地面对他。这三年来我日夜煎熬，终于再次见到了我的女神。你的女神是我老婆吗？她是在宣誓主权吗？幼稚的举动。那个是谁？忘了给你介绍，他是我老公肖哥。肖先生你好，感谢你这段时间对嘉欣的照顾。照顾自己老婆，天经地义。我认为年轻人就该追求爱情，而不是依靠长辈的媒妁之言。从今天起，我会跟你公平竞争。我们就是爱情。好了，小兄弟，不必急于证明。先来看看我为嘉欣准备的礼物。你来签字，赵氏集团就是你的了。送我？为什么？就当是为我英明的不告而别表示歉意。抬手就送一个集团，比那高阳大方多了。我不会收的，我会走正当途径拿回赵氏集团。好吧，那我的收购合同作废，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拿回自己的公司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以后公司有什么麻烦都可以来找我。我走你不能走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。嘉欣，你猜我请了谁来？不会吧。好啊，遗嘱果然是你们搞的鬼。
霸占公司这么多年，让老娘天天吃西北风赔钱。别打了，都是自家人。这是公司的公章，以后就是你的了。爷爷，无论多难，我都会保住赵氏集团。老板好。阿龙，你也上来。你帮我调查这个人的资料。啊，又是你。小哥，你跟我犯冲吧。无论到哪儿怎么都绕不开你。你认识？何止认识。中大的布匹公司已经卖掉了。12个设计工作室解约了9个。现在最主要的资产是海城服装城，但也连亏了2年。以前爷爷的古董也都换成假的了，难怪只回馈了5000万，原来都被二叔造光了。那现在要多少钱才能堵住缺口？至少需要6000万。难怪二叔要卖掉公司，根本无力回天。不要为难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公司的漏洞不同其他，如果不备足资金，投钱进去就是打水漂。保大师那1800万解决不了问题。总裁不愧是工商管理的高材生，说的一点没错。你仔细看看支票上的数。一，全豪值兑换4200万，回馈零，余额1701万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借高利贷了？你忘了我在古董店的眼力了吗？我自己赚的。小哥，这段时间多亏有你，谢谢。不气是姐，不要客气，我去上学了。啊，萧先生年少老成，已经担负起了男人的职责。把这个送去法务，让他们更改新的合同。萧哥做董事长，我做总裁兼法人。不行，我要做董事长。那个废物何德何能做董事长？我们辛辛苦苦抢回公司，不是让你养小白脸的。爷爷遗嘱很清楚，公司是留给我跟萧哥的。哼，那也没有必要给他董事长的位置啊，让他在公司打杂就好了。是啊，他毕竟是个外人。没想到直到现在，你们还把他当外人。你们谁能拿出6000万？我就让他做董事长，如果不能，出去。你竟敢！你行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呜呜呜呜。哎呀！同学，你怎么了？原来是萧哥同学，我忽然有点不舒服。我先扶你去休息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高峰的女朋友吗？他人呢？他要是有萧同学这么懂得疼人就好了。嘿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我倒要看看他想做什么。我就住在606。坚强点，我送你上去。你到家了。嗯。你躺下休息吧。萧同学。我不是故意的。萧同学，你不老实哦。不过人家不介意的啦。六同学，请你冷静点。跟你开玩笑的啦，看把你紧张的。萧同学，请你喝咖啡。你不是不舒服吗？对啊，我忘了我不舒服了。啊，你这是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来帮你擦。
不用，卫生间在哪儿？我自己处理。真是糗大了，柳仙仙到底想玩什么花样？嗯，小哥，你完了。 六同学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哥，三年起步，别让他跑了。小哥，你完了。咦，人呢？从那里跑了。快追！老子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小哥，我哥的仇我一定会报。嗯， 富姐的小飞侠套餐撑不起，可高姐沾边的人果然都要加倍小心。居然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，实在是太可恶了！还好我反应快，这要是让老婆误会了，我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老爷，老爷，我来了。老爷子，你要紧吗？这都敢说，家里有矿啊！超人来了！你顶我的胃，这不太好吧？ 我们刚认识就顶你的胃，那您是什么地位？顶你个肺呀！你顶到了我的胃部了，大肠小肠的那个胃。不好意思，失误失误。终于走到头了，我这一生……看您这年纪，一生可太长了。我先送您去医院吧，路上我们再慢慢说。 年轻人，别费力气了。我年轻时候裸了酒疾，医生说倒下后就再也起不来了。你送我回家吧，我想在离开前看看我那苦命的孙女。老爷子，别气馁，我一定让你站起来。不仅人命关天，卖我小还丹吧。 素不相识，你可想好了？想好了，总不能见死不救。第一，消费神豪值100万，余额1602万。第一，神豪值回馈2200万，余额3800万。这个回馈，抽风了！吃了这颗药，保你活蹦乱跳。这是吃的东西吗？你在等一会儿，我自己就死了，不用你帮忙。哎呦！ 青菜有效，吃吧您就。水，水，给我，快噎死了都！天哪，站起来了！超人简直神了！我站起来了，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一口气上5楼，嘿，不费劲儿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要重重酬谢你。 警官，就是我报的警，那个男的不穿衣服满街跑。我干什么了？你就报警了？36计，走为上。喂，小哥，你别跑，我认得你。我的神呐！他不是真超人吧？小哥，感谢大家的捧场，我宣布服装城重新开业。 高富帅，佳琪，老板一定马到功成。祝你开业大吉，送你一份小礼物。啊啊！
老师911，这公子出手好阔绰啊！这是求婚现场吗？好羡慕啊！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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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！刘先生，我的女人不需要你的礼物。不需要。据我所知，嘉欣今天是租车来的吧？美女总裁竟然租车？服装城不会有猫腻吧？老板竟然没车？我们还没来得及买车。你给不起的我给，不能让嘉欣受委屈。霸气，女人就该嫁给这样的高富帅。上门女婿要有自知之明。抱歉，我很幸福，谢谢你的礼物，但我不会收下。寻求限量499台的法大力立法，亮瞎眼呢！价值2200多万，普通人永远无法企及的存在。这是。不会是又来了追求者吧？开立法的秒杀所有人啊！肖先生，您的立法到了，请签字签收。请问，昨天劝业间您救了我家老爷子，这是谢礼。我要重重酬谢你。难怪昨天回馈那么多，原来因果在这里。好，我确实不公了。啊，借花献佛，归你了，老婆。老公。哇哇，好羡慕啊。学学人家老公。这合适吗？你以后是美女总裁了，门面总是要有的。谢谢老公。不是说穷学生吗？坑爹呢？为什么偏偏送车？是不是知道我正需要啊？我家卖车的。让开，都给老子让开！海城服装城拖欠工资，草菅人命，还真有脸重新开业？砸了他们的招牌！我是来造谣的，别瞎指挥！闭嘴！你们胡说！哟，没你急了，想让我闭嘴可以，用东西堵上啊！美女那樱桃小嘴也堵不住老大的嘴巴。这可能不能堵住你的嘴。怎么样，滋味如何？给我弄死他！我来。这种小事儿不劳烦客人。有种的来！呀呀啊！啊啊啊！哎呀！我最近重温了《精武门》。哎呀！老公还是那么厉害，身手不错。谁让你们来闹事的？觉得本大爷会告诉你吗，毛头小子？是旁边万人购物的王老板花钱请我来捣乱的。是我又如何？王老板，我们做生意的本该公平竞争，你这样做。公平？我打了3年的价格战才把你们服装成挤垮，你说重开就重开，对我公平吗？王老板，如果您肯坐下来跟我谈，我们可以考虑合作。今天只是警告，以后我会天天派人来闹，抓了我再派，反正有的是人。
不要跟这种狗屁膏药废话，我打到他满地找牙！你打我，我就报警。王老板好大的威风！你是什么人？哼，小刀爷！我错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小刀爷的朋友，小刀爷饶命啊！滚出这片商业区！ 胆敢冒犯萧先生，你懂的。是，我懂，我懂。爷爷嘱咐，萧先生有空时，请务必到家中来。好。萧哥，面子有了，把车快点还回去吧，磕到就不好了。车是咱自己的，现在就带你兜风去。 你涉嫌超速驾驶，请接受我们的检查。又是你，啊，又是你！昨天不穿衣服上街被人举报，今天你又开车超速，你这心里到底有多压抑啊？啊，不穿衣服？你不是刑警吗？怎么连交警的事儿也干了？身为警察，我的职责就是除暴安良，两次都是路过，可这家伙还真有缘。 刚买了新车，有点兴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你一下，您刚才说他昨天没穿？是的，昨晚整条犬夜街都炸了。对了，他是不是有某些精神方面？啊，他挺健康的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只是他是上门女婿，可能心理压力。难怪，这事儿我就要说你几句了。 上门女婿也是人啊，他们生活压抑，就想着释放。这两天的事啊，看上去他有点控制不住的样子，明天指不定会干什么。超速，扣6分，罚款200，你要多关心关心他的心理健康吧。该休息就多休息吧。谢谢，您说的对，我们会多注意的。再见，萧哥，赵家委屈你了。 有你在，不委屈。下午你去学校接佳瑶，晚上有家宴。好。好帅呀！天哪，那是法大莉莉法。同学，请问301班？我带你去。帅哥有女朋友吗？帅哥加个好友。一二三。 5、6、7、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姐夫来找你了。他来干什么？瑶瑶的上门姐夫，听说是个废物。今天家里有聚会，你且让我。没空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们最近在做运动会赛前训练，要请假只能找体育老师。哪位是？都给我快点！ 跑在最前面的就是，你要是能追上他，我就跟你回去。好。哎，曹老师可是曾经的省田径冠军。瑶瑶，你姐夫太难了。是谁？好快！曹老师你好，我是。啊，你是怎么追上来的？想跟我比快，没门儿！ 加速！我可是海城田径第一人，谁也别想。曹老师，我来给赵佳瑶请假。倒这么快，我就不信跑不过你。曹老师，到底批不批准？哇，瑶瑶，快看，你姐夫又打曹老师啊！瑶瑶，你姐夫真是废物吗？姐夫好棒，姐夫加油！哎，
姐夫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，难道是我午饭没吃饱的原因？这老师好奇怪啊。想请假可以，但你要再赢一场。请假这么难？汪老师，咱们学校的体育尊严就看你的了。包在我身上。我曾服役于国家跳远队，拿过3块金牌8块铜牌。这速度不妙啊。哇，国际健将级别。姐夫最棒，姐夫加油。加油加油。高老师，附中的荣誉全靠你捍卫了，拜托了。放心吧，我曾经拿过无数国际大奖，把世界名将踩在脚下，对付他毛毛雨了。确定赢了最后这场就批准请假？这学校真变态，请个假还要过五关斩六将。没错。这900万真没白花。我的妈呀！咱姐夫升天了，升天了！啊，好高啊！大神，收下我的膝盖，我心服口服。那请下呢？当然批准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有钱可以为所欲为。切，姐夫，请等等。同学，我有老婆。那你介不介意再多一个？同学，你在说什么？现在的学生都这么直接吗？我介意，走。娜娜，你今天怎么这么主动啊？他姐夫开法大力力法的。哇，难怪佳瑶老说姐夫的坏话，原来是怕我们翘墙角。太不够意思了，姐夫好帅啊。嘿嘿，瑶瑶，做我女朋友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？走开，别挡道。在我们沙马特家族的字典里没有走开两个字。沙马特家族，沙马特家族，不后退！沙马特家族，家族不后退！后退都什么年代还玩这套？啊！哼，什么玩意儿？他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打完就想跑，看我鬼火出动，寸草不生。你的鬼火油门一响，爹妈白养，别乱动哦。难道我真的过时了吗？这个世界好残忍。这是你从哪租的？太酷了！送你姐的。啊？就你？切！等会儿别给我家丢人，多吃饭，少说话。哎呀，小表妹终于到了，快进来。大表哥好。废墟。也配参加我们王家家宴？大家，小表妹来了。亭亭玉立，海城第二。您过奖。倒霉孩子，快过来坐。嗨。你坐。
就剩一个座位，当然是留给有资格坐的人。我们家最有资格坐的就是萧哥。谢谢。哼，何必抬举上门女婿，小心反客为主。有礼。嘉欣，你坐下，我们家的功臣是你。嘉欣，听说你收回了公司，好样的。是啊是啊，恭喜恭喜，嘉欣真是好样的。嘉欣，还是你坐吧。当家的你不能起来。你别动，我这么做就行。成何体统，赶紧加椅子，快。闺女矜持啊。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给孩子们庆祝。我刚提了部门经理。大东你好厉害呀，才提主管三年就升了，普通人要七八年。我店里也刚切出一块玻璃种翡翠，价值200多万。200万？200万！小哥，等你毕业了跟着你表哥做事吧。就是，看你表哥多有出息，今天的至尊包厢就是他定的。小事情，靠我的关系3-5年上主管没问题。给老子腾出包厢，我们王总要用。小崽子作死啊你。老妖婆，我腻歪了吧。大爷别生气，是王总要包厢吗？我们立马就换。原来是你小子怠慢王总，不想混了。不敢不敢，大爷别误会，我们现在就走。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，快走啊，想害老子丢工作吗？对对，大家快走，王总是人上人，还这么器重大东，我们应该让让。古丹，让姓王的进来，得礼道歉。啊啊啊！混蛋，你疯了吗？你想害死我？谁允许你这么跟萧爷说话的？萧爷，萧爷，萧爷，我真不知道您在这里，您大人大量。王健呢？滚进来。我们王总黑白通吃，你敢这么命令他，等死吧。小爷，我来了来了。王总别管他，他就是个废物。你才是废物。小爷，实在抱歉，我是真不知道您在这儿，我要是知道，您就是给我100个胆也不敢。不是吧，我的靠山在讨好萧哥。刚才吓到了我老婆，给他道歉。对不起，萧夫人。啊，萧先生是怎么跟小刀爷认识的？我救了他家老爷子。老刀爷的救命恩人。这个萧哥我可得罪不起。今天这里的消费我全包了，再给萧爷开瓶82陈酿，哦，换63陈酿。萧哥什么时候面子这么大了？好生可畏呀。什么事儿这么吵啊？宝大师，宝大师，您是来找我的吗？是不是我申请参加的玉石公盘通过了？小哥，你牛什么？看我如何出风头。请问你是哪位？啊，我是。打扰到您了。哟，是赵小姐，小哥呢？这里。嗯，小伙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啊，星期天的玉石公盘，请萧先生务必驾临。我费尽心机都得不到的东西，这么轻易就送给他。什么？竟然连古董界巨擘都对他毕恭毕敬的。好生可太味了。啊，有空就去。既然说有空再去，你可知道今年的 VIP 请柬可是有价无市啊。有些人指望靠着狗屎运就想做人上人。
梦。哇，大东，你换豪车了，发达了呀！成功人士的标配，至少也要一辆豪车。哎呦，看这极致的风阻线条，经典的进气格栅，还有军工质感，一定是德国原厂进口。妈，这是咱们国产车。小哥，不要以为认识几个牛人就了不得，你距离两个表哥还有十万八千里，就你这出息，永远都买不起这样的豪车。舅舅说的对，我的确跟表哥们有差距，我开的是这个。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？妈呀，这，我的天，这才是豪车呀！老司机，等等我，暖宝宝还没上车呢。老公，你今天太酷了，让我在亲戚面前终于扬眉吐气了。嘿，我表现这么好，有没有奖励？讨厌。老婆，你可真可爱。又来，你可真烦人。有杀气！我杀了你！还我公司！敢动我的女人，你找死！让我看看是谁这么大胆！赵家强，赵家强，不是我，家强，你竟然想杀我！我是你堂姐，你抢走了我家公司，害我做不了富二代，我恨你！爷爷把公司留给了我，我不能看着他被变卖。我不听，我不管，你就是要还我公司。我老婆跟你说话，你给我认真听。不要，不要打他，他还是个孩子。孩子？也许吧，可他一定是个熊孩子。放我下来！是谁派你来的？说！我说，是高峰让我来的。他说杀了你们就把我夺回公司，还骗我吃下了3日断肠散，完不成任务就不给我解药。垃圾，进去。你带他去哪儿？他受伤了。放心吧，我当然是带他去医院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萧哥像是变了个人似的。他真的会去医院吗？用你的手机给高峰去电话，就说任务你已经完成了，现在要跑路，让他带钱过来。你不是要说带我去医院吗？这是哪里？确定要跟我说这些废话吗？我打。峰哥，这边。阿强，干得不错。峰哥，解药跟钱都带来了吗？哼，解药我可没带。什么？你？别慌，毒药是骗你的，我们是兄弟，怎么能给你吃那玩意儿？至于钱嘛，你瞧瞧，好多钱，好多都是我的。别急。还有这个也是给你的。阿强，你看得不错，但我不能遗留隐患。去死吧。别，峰哥，别开枪。阿强，你
还带了帮手来吗？高峰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秀哥，你不是？竟然敢耍我，我杀了你！不，不要！正好，都来了，那就都死吧！哼！翠花，上酸菜。高峰，你已经被包围，马上放下武器，投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小哥，你坑我！教唆杀人，非法持枪，再加意图杀人，你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不要用言语刺激他，他情绪不稳。你们把绵羊逼成了狼，难道就没有被狼撕碎的觉悟吗？你跟高阳同样蠢。呀谢嘞。混蛋，我先杀了你，给我哥报仇。蠢货。秀吉。好坑啊！小哥不让我动，我不能动，不能动。喂，小庄哪里了？要不要紧？我没事，多谢宽心啊，警官。你躲开了子弹？哈哈，只是凑巧罢了。这都能凑巧？方队，这个人怎么处理啊？你说他被教唆杀人，那他有没有行凶？小哥，我不想坐牢。没有行凶，他主动对我交代了一切。姐夫，谢谢你刚才帮我。如果不是因为嘉欣，你会跟高峰同样的下场。她不再是从前那个任人欺凌的上门女婿了。谁呀、啊？让不让人睡觉？啊，嘉欣，我记得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她还在床上啊，怎么睡到地上来了？好啊，难怪你们不给我开门。小哥，你对我姐做什么呢？大早上的没有开。邵佳瑶，胡说什么呢你？有什么事吗？人家想去兜风。行，正好让肖哥送你去学校。我要去修明山。你们今天有课，逃课的话我跟你姐没法交代。今天是游泳课，我不想去。你不挺喜欢游泳的吗？我们游泳教练不太规矩，对女生老是动手动脚。有这种事？走，姐夫替你出气去。男生动作很标准，不需要纠正。但女生嘛，娜娜，换气的时候要注意呼吸节奏，跟着我的节奏来。啊，是这个教练吗？嗯，就是他。啊，姐夫，你来了！姐夫来了。喂，你是哪个班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陈教练，我姐夫来挑战你，他说你游泳姿势像蛤蟆。速度慢得像乌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我姐夫最棒了，就是不服教练你。你太目中无人了。我明白了，你这是给我下套，想让我出丑对吧？哼，没错，谁让你死赖在我家不走的，讨厌鬼。好，我以世锦赛卫冕冠军的名义接受你的挑战。姐夫，你别跟他比，你比不过他的。他以前在世锦赛拿了冠军，因为尿检阳性被取消资格。世锦赛？哎，打扰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这样的窝囊废也配来挑战我？谁给了你勇气？哈哈哈！听说你是上门女婿，平时很窝囊吧？昨天让你凑巧赢了几场比赛，就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了？越没用的人越想刷存在感。哼，看你还有什么脸继续赖在我家。教练说的好像有道理啊。
卫冕冠军是吗？那我就是冠军杀手。哇，霸气霸气呀，好帅呀、啊！口气不小，等会儿让你说的心服口服。废话少说，定个赌注吧。输了的人大喊三声我是废物。一言为定。这个废物当定了。必须要放大招。加油！他就算是游泳再快，能快得过世锦冠军？就是就是，说定了。姐夫看来要当一辈子的废物了。他好像一只大乌龟啊。小飞侠暂时力施展不开，你卖给我的是假货，我要退货。少年郎说话要注意，想讹本宫可没那么容易。轻点轻点，我错了。喏、一百万一颗剑鱼丸。剑鱼丸购买成功，神豪值余额剩余3701万。剑鱼丸使用成功，享受水中的极致速度吧。冠军是，他是冠军杀手。还是游泳，我可是追世界进步47秒。是亚洲自由泳独面神话，看这游到哪里了。这是人类的速度吗？不，这绝不可能，这不是人类的速度。好快，快的有些离谱了吧？太假了。姐夫好棒！冠军，你输了。剑鱼100米、3米，你的47秒太 low 了。姐夫你太棒了。喂，是我姐夫，不是你的。哎，搞没啊？不服，我们再来比憋气。哼，愿赌服输，总是拿世界冠军吹牛，打脸了吧？我可以继续跟你比，但如果你输了，自称被我延长到3个月，并且教学时不能触碰到女学生。姐夫，也不能让他碰我们啊，他超变态的。所有条件我都答应。不信我会输。听我号令，一、二、三。姐夫会输吗？教练憋气好变态的。听说他为了在水下偷看女生，天天练习憋气。切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教练憋气能超过4分钟，游泳健将的水平，你又算得了什么？谁有我强？谁有我强？我真的独孤求败呀、你怕是对独孤求败有误解啊？他真的好强？不，这不可能！除非专业游泳健将，否则没人能超越我。这才是真大神啊！姐夫一定学过归西大法。除了神，就只有死人能待在水里这么久。啊，死人？不会真的淹死了吧？你死，你死了，我怎么跟姐姐交代？我赢了吗？膜拜大神！膜拜大神！膜拜大神！滴。系统反馈299万神豪值，剩余4000万神豪值。什么？这样也有反馈？只要让本宫开心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大神，请收我为徒吧。大神，
你的游泳技术简直世所罕见，能教教我吗？哼，那你是什么？我是废物。我可不叫废物。豪车耶，是朱子辰的吗？只有他买得起这么好的车。天啊，是倒插门啊。本来下午想去刀家的，可临时有课，只能晚上去了。人有三急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嗯嗯，好，好。浩哥，找到了，他在这里。乔哥，上次让你侥幸赢了，这次我不会再……你找我干什么？哎呀，意外意外，哎，太突然了呢！你明明就是故意的。这几天有点上火，真的抱歉啊。小子，动了我们跆拳道社的人，别想轻易离开。我代表跆拳道社向你发出挑战。小子，这次你完蛋了，我要。快去跆拳道社，有好戏看！什么情况？倒插门大战金太重。嗯，这里还挺干净。请举教，金社长，把他的门牙全打光。金社长可是黑带三段，战斗力爆表。倒插门在找死吗？金社长，请用出你的死神鞭腿。死神鞭腿，真的要把他打残废吗？哼！让你见识见识跆拳道的厉害。华夏八卦掌，拳法的祖宗，认祖归宗吧。去。八卦掌算个屁，跆拳道才是世界第一。躲开了。速度再快又如何，还不是被我废掉。天哪，死神鞭腿。该怎么接呀？接单换掌，居然抓住了，速度也太恐怖了吧！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麻烦贴劈拳啊！我劈断你的腿，看你怎么劈人！不、哦，别劈我的腿！我还是习惯砍这个位置。我去，又砍翻了，太恐怖！不服，我不服，你刚才是走了狗屎运才抓住我。没错，要不是玉娇指点你，你根本打不过。我乐意，我开心，要你管。绝不会输给八卦掌。人呢？在这儿。哼，哼，光明国术，跆拳道也敢与八卦掌相提并论。好快的身手，我服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回身掌加油，有龙步，一招击败，老插门霸气。这次好像嫂子没帮忙。叫谁嫂子呢？萧哥乃百年难遇的武学天才，你们这些废柴懂什么？你记得下次醒能打的呀，这都不过瘾。小哥，你今天完蛋了。我来陪你打个过瘾。哈哈哈哈，恶人自有恶人磨，小哥你完了。惊动了这个怪物。柳石黑，你空手到黑带五段，好意思虐菜吗？能 KO 金太壮的可不是菜鸟。没错，这个混蛋就是扮猪吃虎。要打，那就先过我这关再说。啊，凭什么你对他这么好？有顾及过我的感受吗？老听说公家八卦威震海城，正好试试。小哥，我现场教学。
这是夜叉跳海，好，哎，鸭子翻身可以破解正梯。我接我的错串，疾风扫落叶，不错，招式精妙。太慢了，小哥，看清楚了，我出绝招了。 你打不过他，快退！哼，这就是夜蝶残花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老猿挂印。现在让你尝尝几针空手道的威力。好重的力道，根本接不住。还有。 没人能接得住这招，空手道的杀招，当初我就是被这招直接 KO， 昏迷了3个小时。我来帮你，不准上来，这是比武规则。下手太狠了。啊！不要抢我的戏啊！ 千万小心他的后旋踢，不要勉强，实在不行就认输。柳是非，哼，你这个废物，现在跪地求饶，说不准我哥还能放过你，否则准备好住院吧。一个女人都下手这么狠，那就别要体面了吧。有体面的是你，曹花，好快！ 这力道不可能！再来，插门住院吧，最好穿成植物人，踢啥也行。放！啊！这是啥？无敌风火轮？不，这不可能！空手道源自华夏的堂手，不过是从我们老祖宗那里学了点皮毛而已，也配称王？他这个崇洋媚外的！ 懂个球！不必跟他废话，不服先是干！哥，起来揍死他！他刚才不过是趁你轻敌。闭嘴！前辈，我认输。认输就算了，回家养伤子。海大绝不允许你这么强的人存在！不！不！ 啊！恐怖，恐怖！幸亏我没耍诈。哥，你怎么知道他耍诈的？他们道歉都是双膝下跪，他扮鬼算不啥？求婚啊？没想到你还挺聪明。只是看多了他们这种人道歉的样子罢了。我室友有些懒。 坐着别动，不准乱翻。帮我上点药。饿死了。小哥，喊你呢，你怎么不过来？不是你不让我动吗？麻瓜，赶紧过来。可能会有点痛，你忍着点。这可是宿舍啊！ 这诡异的声音是，这个分类帽不错，你有心了。外国代购，海狗突击队的，孝敬老大了。老大，你要坚强啊！小哥跟嫂子在宿舍里好久，还传出了诡异的声音。啊！我还能怎么样？当然是选择原谅他。哎。 行了，我好多了。游龙步跟回声掌，你是从哪学的？综艺节目，上次金虎听到公案山好像很害怕，我回去就搜了搜，原来他上过真人秀的，还露了两手。你真不愧是百年难遇的武学天才，这都能学会。不，我不是。你过目不忘，天赋惊人，又是天才。没错，我是天才。
但我不是百年难遇，我是千年不遇。你少臭美了，你虽然速度与力量都很完美，但实战经验欠佳，还要多加练习。这周末我带你去见宫万山，表现好的话，说不定他会指点你几招。宫什么山？不准从这里过！我要回宿舍。不准，不准！不准就不准，学长哭什么？老大，他们下来了。嗯、小哥，又要打，有完没完？小哥，请把玉娇还给我，我求你了。啊？啥？你没出现之前，我们是你手里。接你个头啊！下次再胡说，扒了你的皮。啊！嫂子发威了。还有你们，给我远远的滚开！好凶。啊，你别误会，平时我很温柔的。好，我们去上课吧。应该是这里，没错。哎，你小子鬼鬼祟祟做什么？想偷刀家，找死啊！看他那平平无奇的样，保证不是什么好鸟。先抓起来再说。这剧情好俗套啊！豪门家的保安都这么狗吗？肖先生终于来了，